家好，孔哥今天来南投金龙山啊，这边今晚打算睡在车上，然后明天早上去日月潭滑 SUP， 所以今天就先过来这个停车场睡在车上，因为是停车场，所以今天刻意的晚一点来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人也没有车了，然后这地方有水有厕所在后面那边，然后一样停车场车速就是不要去占用到人家该用的时间，然后今天是礼拜天，所以我刻意下午三点才出门，那现在是大概四点多，然后今天晚上就睡在这边，明天早上去月牙湾滑 SUP， 那就这样了。刚刚在外面才一下子就感觉有小黑蚊，所以只能躲在车上了，没办法在那个外面。外面那个小，我穿短裤啊，那个小黑蚊要等那个晚上以后，那小黑蚊才会离开，晚上再开后门。然后今天主要是先过来这边停车场喝个酒，然后吃个简单的晚餐，我今天就没要煮，就买了那个豆皮寿司跟玉饭团，还有一碗泡面，简单就好。明天主要是明天早上想说一早就来去日月潭滑 SUP， 桨都带了 ，SUP 也带了，然后今天先来这边放松喝酒，然后明天一早过去大概十来分钟就到了，就会比较轻松，不必从家里再开一个多小时过来，等于先把整个路程先做一半，然后今天就因为是夏天了，带了一个电风扇，装了两边的通风纱窗，然后外面有点飘雨啊，毛毛雨，果然到了南投还是下雨，中部台中彰化热得要死，待在家里也受不了，然后就出来走走放松，然后这次特休请两天休六天，然后七月因为特休要用完，所以在工作两天以后又休六天，所以还蛮轻松的这个月。啊，来干杯。
上吃泡面。今天一早就有去全联买，本想再煮酸菜白肉锅，可是因为下午三点多才要出门，所以我中午就先把酸菜白肉锅给吃了。然后就想说晚上还要再吃酸菜白肉锅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吐，所以我就临时决定再买一个简单的泡面加握寿司，那叫豆皮寿司，简单吃配啤酒，然后明天就在当地吃早餐，去鱼池乡吃早餐嘛。吃完早餐去滑 SUP， 滑完 SUP 就回家了。刚刚去金龙山的观景台放无人机，拍一些画面。晚上就在这个停车场睡觉放松吧。然后因为这边蚊子还蛮多的，所以我也不敢开门。用透气窗，两个透气窗对流，加上电风扇，在里面还算舒服。